谢谢长，谢谢、大家好。今天我们就是你，无理啊，无理，好无理啊，无理让我当无理，哦，无理无理，无理就不成章了。好，那请诸位。209加州的那个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，主管现场我是谢姐，大家好。那我先介绍我们金门家务中心，金门家务中心现在就是辅助金门的各。连那个小金门都有，但是全球没有，因为交通的关系，这边没办法过去，要从台湾再过去，而且那边的人数很少。然后我们扶助大概285个儿童，那每个月都是有助金，认养儿童领助金这样子。那一个儿童大概会有大概2000多块钱一个月，然后我们还会发奖学金，还有医疗辅助，然后家里的生活费用都会协助。那我们协助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社工员会去他家庭里面，家庭朋友。会了解他到底是家庭发生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再来协助。比如我说讲一个例子，这个家长是生病没办法工作，但是我们一直给钱给不完啊，因为就算他要把他病治好，那我们可能就会筹募一笔费用把他病治好，他自然就会去工作，就一劳永逸，不会说一直贫困下去的。那我们的社工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社工，就是一定要那个大学社工毕业。那他才知道怎么去帮助人家，然后需要在什么地方帮助，那他们会做得很专业。那我们还好，我们那个这个各个教务中心有那个各地的委员，像我们李主委，都一直帮忙我们教务中心。那各地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做，那很多善心人士，像209家族，那我们一起来做。那透过我们比较受大众的信任，来对这些弱势家庭，那我们帮助儿童很多啊，像比如说莫纳鲁到那个林信台牧师，那个也是一些教务。那个打棒球的大师兄，那个也是，就是很多很多都是，但是有的他有的像科技业的老板，有的也是，但是因为他碍于一些私人各自的问题，他捐钱也是在捐，但是他不要出名，他说不要讲出来，不是说他自愧的，他是怕有一些麻烦，但是只要家里的工作，他们都非常支持。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，我们金门教育中心今年第49，就是以前在那个。暂定政务时期，我们就已经来这边了，跟大家在一起。那这次刚好通过我们主委同意，我们有一个新的地方。那这个是旧地方，是跟县政府租的，那可能要还给他。那我们在新的地方会盖个新馆，那可能到时候需要大家过去金门的这个，不管在台湾的啦，或是在金门，甚至在南洋的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，把我们这个儿童馆可以盖起来。那我们看，我们十五个员工已经没地方做了，那很多像心理辅导这些。一直都没办法做，但我们搬到新馆，我相信这些业务我们就可以做。跟一些心理受伤的人就很重要，不然他一辈子永远就是他们打不平。像一些我们可以看到，像郑杰啊，或那些其他就是小时候心理受到创伤，没有经过引导，那他长大就照他自己的方式在做，就是有一些反社会人格的一些心理层面会出来，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做好。做到大家都可以满意，然后我们小朋友是一个好的环境，那这个社会就会融洽。那我以前是在门徒家务中心办公，那我来金门就是天堂，因为那边12个月有9个月在下雪，下雨也是要出去-45°C，所以在那边什么都没学到，就学骑马，因为那边出去的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你要骑马。那我是在蒙古认识主委，他被主委夸奖过来。